唐世纪初，南洋华商常受东洋鬼子欺压，他们组织了社团消龙塔，守望相助。觉得你别去烟馆，家里已经没有钱让你回来了。你滚！我的瘾犯了，我已经忍不住了。陈大人，我刚好要去找你，你再给我点福寿膏吧，一点点就好了。福寿膏，你家众爵都抵押给我了，你拿什么来还？真当我做慈善啊？啊！大人，我们一定会还上的，求你，求你放我们大家一命吧！没想到你这个废物独主的老婆，长得还蛮好看的嘛。那抵债！常大人，常大人，查菜，我跟你拼了！怎么了？救命！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住手！蛟龙堂堂主韦忠义，你来的正好。今天我代表黑龙会南阳分会，有一单生意要和你谈。阿猜，你倚仗东洋横行暹罗，毒害华人欺男霸女，我跟你这种人渣没什么好谈的。蛟龙堂旗下的华商掌握着南洋航运的经济命脉，若是肯跟我们合作，大家一起发财。要是你不肯，死了死了你！当初传令下去，蛟龙堂旗下所有华商禁止销售东洋货物，更不允许帮助黑龙会贩卖销售福寿膏。是。你这是自寻死路，黑人上。两力。堂主，拿下来信。父亲，堂主，堂主，孩儿不孝，当年为人迫害而远走南阳，如今父亲离世变天，孩儿也不能在跟前举手相报。什么？老太爷变天了？不对，父亲半生习武，体格强健，如今未到花甲之年，怎会离奇离世？其中必有蹊跷。堂主的意思是，明日我将重返华夏广南省宣州，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誓死追随堂主。不，此行我需秘密行动。堂叔，我有事情要托付给你。堂主请吩咐。东洋鬼子前年侵吞了我国北方三省，国府懦弱无能，竟然不敢抵抗，只有红色的义勇军在前线抗击东洋鬼子。属下听说鬼子以黑龙会等民间组织的名义在华夏四处收买汉奸，搜刮各种经济资源，为扩大侵略做准备。国府虽然懦弱无能，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南阳的华侨已经募捐了一大批的物资和资金，准备送国内支援抗日前线。属下能做些什么？你先把物资押运到香港，我带着信物先行一步回广南，看看有哪些英雄豪杰值得托付。你先把东西送到，再来与我会合。属下必不负所托。站住！八嘎，你真能跑啊，害老子追了那么多里地。啊，何老师，快把义勇军的联络人名单给我交出来，不然我就一枪打死你。就算去死，也不会说出义勇军的情报的。
是你八嘎，坏有好事，今天就做个了断吧。哥今晚给你打只兔子。东洋鬼子，你是永君吗？来跟我们走。兄弟，你醒了。是你们救了我。举手之劳。救命之恩，莫齿难忘。在下玄州，为东夷。我是秦东海，这是我妹妹秦月如。我们刚好在山上打猎，遇见你被东洋鬼子打伤了，就把你救回来了。谢谢。我们刚好在山上打了只肥兔子，待会儿烧给你吃。啊，哥，我们能不能不吃兔子呀？我们把它养起来吧。不吃肉，为兄怎么养伤啊？那好吧。我去烧兔子，等我。东瀛鬼子。阿月，快跑！哥，你们快走，我拖住他们。秦兄弟，他们人多，我们先走啊！你跟月如先走，保护好他。哥，哥，哥！雕虫小技。敢妨碍黑龙会办事，死了死了你！秦兄弟，哥，哥，你不要死啊！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啊！哥，哥，阿月，阿月，我们走吧。去找东洋鬼子，王哥，阿月，你冷静一点。你叫我怎么冷静啊？死的人是我哥。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要为他报仇，我要给他报仇。七年前，我被东洋人陷害，父亲为了让我活命，只能把我送去南洋。此番我回国，就是为了给我父亲吊唁。可是他死得不明不白，一定是东洋人搞的鬼。阿月。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魏大哥，你说的对，哥哥叫我射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我以后射的每一箭都要射在东洋鬼子的身上。好，我们先安葬你哥，然后去我家。哇，韦大哥，这是你家吗？竟是这般人家的少爷。这里以前是我家，但是七年前他们为了自保，联合将我踢出了族谱。韦大哥，这些年辛苦你了。不说这些，走，我带你进去。大人，
这是我回家传承上百年的宝，你看看。有戏。大人，这儿还有一张玉符，是韦家在宣州城城中央地段最好的地方，一共15家。您瞅瞅。你是韦家家主，把这么多商铺卖给我，你说了算。大人，您有所不知，韦家家主上月去世了，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7年前犯了滔天大罪，被流放到了南阳，至今下落不明。现在韦家我说了算。这样，这些东西您要看得过眼，5000大洋全部卖给您。你在干什么？这都是我父亲的心爱之物，你居然敢卖给东阳人，赶紧给我放下。我当是谁？原来是我那个废物堂哥呀，当年放一条生路，你现在自己跑过来送死。我回来是为了给我的父亲吊唁，同时查清楚他的死因。哼，你还有脸回来看你爸？你早就被逐出族谱了，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们韦家会现这样吗？你爹就是被你给气死的。我爹至始至终都知道我是无辜的，倒是你，他尸骨未寒你就开始变卖韦家的基业和传家宝，你简直就是猪狗不如。这些东西是韦家，你早就被逐出族谱，你那个废物爹也死了，这些东西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他妈敢打我，我可是韦家之主，你敢侮辱我爹，这就是你的下场。他一枪崩了你。当年你们听信谣言，联合韦氏宗亲将我逐出家门，还一路追杀。如今我不杀你们，已是念在同宗旧情。今日我就要替我父亲重整韦家，你今日便给我滚出宣州，要不然当年我受的苦楚必让你10倍偿还。滚！别以为你了不起，我已经加入了黑龙会，黑龙会的田中先生提拔我做他的助理，你敢杀我，妈的一起陪葬。你居然投靠东阳人？对，田中先生能看出韦家是韦家的福气，你爹你违抗田中先生，你说我父亲和田中是怎么回事？我就知道我父亲半生习武，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因病去世。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不说是吧？不说我就打死你！滚！说呀，说！我说，3年前，田中先生找到韦家，想跟韦家合作，可是你爹念在东阳人侵占了东三省，不愿意合作，所以他们就找到了我。后来我就继续说。哥哥，你放过我吧，哥。阿姨，是你吗？我、啊。你这，这是我的眼睛。韦东光，你干什么？韦忠义，我念在你是我哥的份上，一直放任你在南阳，没想到如今你回来了，却恩将仇报。我劝你现在立马就放我走，不然我杀你妈！你敢？我当然敢。我早就看出来你跟你爹一样优柔寡断，所以韦家才会越来越衰弱。如果早点答应了黑龙会，韦家或许早就跻身3大家族了。韦宗光，真是执迷不悟。你以为东阳人会白给你好处？他们一旦得到韦家的产业，回头就把你给踢了。你放屁！你放屁！田中阁下非常器重我。哦，对，帝器，把帝器给我，快点，我才是韦家之主，不然我就杀了你妈。阿姨，别动手。韦家世代居白，不出来这么个主子，你要是韦家的主子，
立足，立足的挺直，是笑得不可合眼吗？哥，我知道错了，我只是一时糊涂。你看，你都废了条腿了，咱们就算是扯平了，你放过我吧。听话，自己下去跟他们说吧。好，答应。啊，坐。 妈，这些年您辛苦了。你回来了就好啊，当初你爸也是没办法，你别怪他啊。我知道。阿姨呀，这位是。妈，这位是秦月如，您叫她阿月就好。阿姨，你跟妈实话实说。 是你的相好，妈，你胡说什么呢？哎呀，跟妈还行吗？阿月是山上的猎户，他哥哥为了保护我，死在了东阳汉奸的手上。哎呀，那你有没有受伤啊？让我看看。我没事，妈。但是他哥哥临终前，把阿月托付给了我。那我们一定要好好待他。阿月，来。 得尽了小姑娘啊，以后啊，就跟着我们韦家。虽然韦家不如当年了，我们呢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好，谢谢伯母。阿月，舟车劳顿，三楼有房间，你先去休息吧。嗯，好。妈，其实，在南阳这么多年。 我也算干出了一些成绩，我现在是南阳骁龙会的堂主。这不愧是我的儿子，在南阳竟干出这么大的事业。这些年，你一个人打拼，很辛苦吧？此番回话，我还带回来一批支援前线的物资。你有这份心就好了，这很危险的。妈，你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南阳，其实有非常多的爱国华侨，他们都希望能够支援前线，但是没有人能够把他们的物资带回来，所以这件事情我必须做。如今华夏内忧外患，你又如何知道谁才是真正抗日的呢？我自有办法，妈。 这枚枭龙印，托付给您。这个就是提取南阳华侨支援前线物资的凭证。明日我要去一趟宣州商会的聚会，绝对不能让黑龙会得逞。别去，很危险的。我知道此番凶险万分，所以要先将枭龙印托付给您。妈，这枚枭龙印。 是比儿子的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你一定要保护好他。妈明白了，这个印章我会以命守护。今日，宣州工商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商大事，我杨家蓬荜生辉，感谢诸位了。 今日宣州商会要商议的议题，除了改选会长之外，还有两件大事。其中之一呢，就是杨会长提出的，我们宣州所有商户应该一致抵制东洋货。东洋货相比国货，物美价廉，牌子也响，能挣钱的事儿，凭什么抵制？东洋的那些棉纱化工品，相对于我们的土布土货来说。 是物美价廉，但是他们的东西都卖进来一些，我们本地的农户和作坊收入就会少一些。长此以往，会有很多乡亲会破产的。东洋鬼子狼子野心，吞了我们东三省还不算，现在又在谋夺华北和松江府。你们今日
多卖出去一份东洋货，日后就会变成炸弹扔到我们自己头上。的确如此，我们商会的会员柳家夫妇在松江府去年就被东洋鬼子的炸弹给炸死了，现在只剩下唯一的女儿柳小姐。我支持抵制东洋货。那么林先生，第二个议题是什么？第二个议题是我提出的，我希望我们宣州所有的商户都能为抗日义勇军募捐。捐款给义勇军？那不是逆匪组织的队伍吗？倒不如捐给国府。捐给国府？国府的委员长可是口口声声说着攘外必先安内，一门心思打内战，对东洋鬼子根本都不敢抵抗，捐给他干什么？林先生说这句话，捐给义勇军或国府？老子辛辛苦苦挣的钱凭什么捐给他们？说的对，要我说辛辛苦苦赚的钱咱捐什么捐，不如加入我们共荣会社，一起卖东洋货，一起赚大钱，好不好啊？好啊。什么共荣会社？不就是间谍组织黑龙会吗？汪飞宇，你爸送你去日本留学，你学成之后不知道报效国家，当了日本鬼子的翻译官，你还在这里散布汉奸言论，你多么之羞耻！你算什么东西？加入我们黑龙会，要钱有钱，要枪有枪，你们拿什么跟我斗啊？早晚你们会知道，我做的选择才是对的。王队，息怒，息怒，住手！你谁呀、啊？宣州韦氏，韦宗义。你怎么来了？还找到了这里。燕玲，我终于找到你了。可是现在不是许久的时候，我们一会儿再。韦宗义，这不是你们来的地方。各位，实在抱歉，我这就把他带出去，就不打扰各位商谈要事。燕玲，我回来之后真的一直在找你，但是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韦宗义，你不要闹，今天可是宣州商会商讨大事的场，不要闹，走吧。都说柳小姐风光无限，没想到这个男人为了追求柳小姐连命都不要了。来人，把这个男人给我赶出去。哎，皇上，这位男人是我的旧相识，就当给我个面子，我把他带出去。既然柳小姐都说了，那我就卖点面子，你把他带走吧。在座的各位，韦某今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儿女私情，有要事有商议。七年前你已经被韦氏逐出家门了，而且在座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连给他们提鞋都不配。敢问柳小姐，这个韦家的废物跟你有什么关系？韦宗义曾经是我的未婚夫，他七年前不告而别，让我丢尽了脸面，他现在在我心里已经是仇人。不管你信不信，我今天都不是来找你，我要找的人是他。找我？你也配？有意思，兄弟，你别自不量力了。拜倒在柳小姐石榴裙下的男人，能从广南排到东北，你算什么东西呀？听说你是从南洋回来的，看来也混得不怎么样吧？不会是跑过来投靠柳小姐吃软饭的吧？韦宗义，如果真如汪公子所说，我劝你不要再想了，你配不上我。我给你个机会，现在跪下来求我，我就让你加入黑龙会的共荣会社，这样用不了两年你就能像我一样吃香的喝辣的了。哎，各位都一样啊，我给过在座的各位机会了，大家别不知道珍惜。
各位心里都清楚，这些年被黑龙会威胁了多少次，抢了多少生意，多少亲人死在他们的刀下，你们难道都看不见吗？你胡说什么呢？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本来就是商界的规律，只有依附强者才能生存下去。不依靠东洋人，我难道要靠你吗？天上不会掉馅饼，东洋人用来喂狗的，都是从其他人身上压榨出来的。当吃饱的狗，也差不多当饿死的鬼。是你们韦家人不识抬举，现在不就家破人亡了吗？这么说，也真的是你勾结东洋人害死的？你别血口喷人啊！哎，各位，我们汪家和黑龙会，都是诚意满满的啊。大家如果什么时候想去，我们汪家随时打开大门欢迎。走。王公子，王公子，哎呀，这下彻底把汪家甚至黑龙会给得罪了。哎，得罪了就得罪了，我早就看他们那帮汉奸不顺眼了。好，林先生真乃爱国之士，韦某在南洋打拼多年，也算干出了一些成绩，此番回来便是想为抵抗前线尽一份力。可黑龙会势力强大，我怕斗不过啊。抵抗侵略不一定要自己上前线，我这次回来带回来一批物资。可是没有盖章和提货凭证啊。我需要有人帮我把货物运送到东北的抵抗前线，交到真正的抵抗组织手里。二位有物资吗？确认了安全，我才会盖章提货。事关重大，我们要商议之后才能答复你。好。月灵。魏宗义，你为什么回来？月灵，七年前离开是我的错，可是我也是事出有因呢、啊，我是被冤枉的。一走就是这么多年，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都怪我，我会补偿你的。这七年的青春，黄金万两都弥补不了我。都是黑龙会组织错的，我们也没有分开这么多年。那你打算怎么补偿？想要什么，都给你。我要你那笔南洋物资作为补偿，送给我。叶琳，你是在开玩笑吗？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这笔物资是要送往抵抗前线的，不能动。韦宗义，你真让我失望。你真的以为我会要你那笔物资吗？叶琳，不论你是存心想要还是开玩笑，这笔物资我都不会给你，这是我的底线。你口口声声说要补偿我，你心里面只有过失，我怕我早就没有了位置。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如果你不把南洋物资送给我，我绝对不会原谅你。好，那如你所愿。好，你别后悔。听田中先生说，韦宗义在南洋混得不错。那我们下毒杀他父亲的事儿，不会真查到我们头上吧？怕什么？我们有黑龙会撑腰。那其他两大家族万一加入共荣会社的事儿，不如我们杀鸡儆猴。哇！你要干什么？你得罪了汪先生，得罪了黑龙会，你休想活过明天。田中阁下，昨晚我们已经消灭了抗日分子，现在整个宣州都知道我们黑龙会的强大。游戏趁胜追击。行，你去告诉杨万里那老头，交出一半的家产，才能加入我们共荣会社，得到我们黑龙会的庇护。是。
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林先生昨晚被暗杀，死得好惨啊！我猜呀，应该是他上次开会的时候冲撞了汪公子。早知道我答应汪公子的条件，也就不会得罪黑龙会，林先生也就不会被害了。林先生的死啊，都怪韦宗义，他只会吹牛。 不如我们加入共荣会社，花钱保命呀！只求我再想一想，考虑考虑，不能答应他。雷公子，林先生死得好惨，我们该怎么办？董阳贼寇，居然敢在我宣州滥杀无辜，还有汪家父子为虎作伥，我必杀之而后快。为林先生。 报仇雪恨，你们等我消息。这几天有不少商家和船东加入了我们黑龙会。 为以后我们打下广南，奠定了基础。这件事，你们俩做得好。姜还是老的辣，都是父亲的主意才让这件事情办得如此顺利。就等着杨万里这个臭老头了。爸，你放心吧。 那个姓杨的，就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广南很快就会是我们整个黑龙会的天下。痴心妄想！快来人，有刺客！魏宗义，这可是黑龙会的地盘，你怎么能来？你们杀害林家族长，我自然要来讨个说法。还有，我的父亲究竟是不是你们害死的？是又怎么样？ 田中阁下好言劝你们废物父亲加入共荣会社，但是瞧得起你们为人。废物父亲不知好歹，那就和姓林的一个下场好喽。狗贼，今天我就让你们偿命！林大哥，有人来了。跟你废物爹一样蠢，自投罗网。哟，还带个小姑娘，你死之后，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哈哈哈哈。 中国有句古话：“识世故者为俊杰。”你若投降黑龙会，你便可以回南阳，当南阳的分会长，为整个亚洲的共荣出力。我们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如果你执迷不悟，非与黑龙会作对，只有死路一条。月龙，动手！爹！爹！ 别追！别追！小心点，武灵山！你爹怕给宗姨千刀万剐，为你报仇。你爹是为了保护我死，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汪家的。以后广南就是黑龙会和汪家的天下。我爹是为了保护您而献身，这是他的荣幸。从今往后，我一定誓死捍卫黑龙会。 韦公子，杨组长，哎呀，韦公子，您怎么来了？感谢您呢，您为老林报了仇，也为我们广南的商家找到了活路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可惜王妃与这个汉奸们争宠掉。对呀，我们想好了，你真的是为我们大家好。上次您说的，您回华夏，为了支援抗日前线。 杨组长的意思是，东洋鬼子在我们国家无恶不作，烧杀抢掠，我们不能委曲求全，贪生怕死。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愿把家族的一半财产都交给魏公子，支援抗日前线。此话当真？此话当真。我们共同抗日。好，我们共同抗日。
是哪位朋友在此相约？何老师，韦宗义。哎呀，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还能见到你。啊，对了，我就是林先生介绍了和你见面的人。那天在树林里，你救下的那个人就是我呀。但是我身有要事，先走了一步，没来得及向你表示感谢呀。后来我知道你被猎户救了，所以我就放下心了。太好了，何老师，您为什么会被东洋人追杀呢？这里不便细说，我们另找一个地方。好。你为林先生报仇，铲除汉奸的事儿，我听说了。你是我的学生里最好的，我感到骄傲。你呀，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老师，你啊，我就是义勇军的联系人。什么？当年我在东北教书的时候，亲眼目睹了东洋人的残暴和国府的懦弱。国府表面上是在抗日，其实内里啊早就腐烂不堪了。他们和东洋人勾结，百姓民不聊生了。他们怎么敢的？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我们要自救，我们要抗争。于是我就加入了义勇军。现在啊，我就在广门上为义勇军筹集物资。虽然我们不是什么正规军，可是能抗日，管他什么正不正规的。八旗当前，敢上前线的都是英雄。现在东洋人指令黑龙会处处针对我们，现在我们筹集物资啊越来越困难了。老师，实不相瞒，这次我从南洋带回了一大笔资金，还募集了宣德商会各大家族的捐赠，打算送到那个前线。可是你知道现在国内的环境多危险吗？多少组织都对这些物资虎视眈眈的。老师您放心，我南洋骁龙的名声也不是白叫的，觊觎这批物资的人来一个我杀一个。那就好。可是你打算把这些物资捐给哪个组织啊？老师，这批物资集结了全南洋华侨的希望，我得在郑州考虑。那是当然，不过日久见人心，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你会明白的。老师，你说我们华夏能撑过去吗？当然，华夏泱泱五千年大，多少外族入侵我们都挺过来了，这一次我们也一定能。好。宗义，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很久了。燕玲，你这是？宗义，正如你所见，我是国府的人。燕玲，你怎么会加入国府呢？这不方便说话，你们到屋子里去。燕玲，到底是怎么了？宗义，我此番前来是以国府特派员的身份，我暗中调查东洋黑龙会在广门省的阴谋。那你调查到什么了？东洋黑龙会在广门省妄图策反政商军界各方势力，一旦开战，他们不会花费一枪一弹占领广门省。可是你在聚会上为什么是那个态度呢？当时我还需要隐藏身份，我向你索要南洋华侨物资的时候，就是想看看你和东洋人是不是势不两立。原来如此。可是国府腐败无能，内部矛盾丛生，你为什么要选择加入呢？你去南洋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父母在松江府被东洋人炸死，是戴先生收留了我，让我有了自保的能力。所以你就选择跟着他干？我一个弱女子还能怎么样？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你为什么不早点联系我呢？事已至此，我联系你，我的父母就能活过来吗？都过去了，我回来了，以后我会保护你的。戴老板说看上了我的交际能力，实际上他是看上了我的美貌，他让我和那些达官贵人喝酒，
我不想再过那样子的生活。你需要什么，我一定会帮你的。宗毅，国府已经知道你带着那一大批物资回来，请你把它交给我，我以后就不用再过那样子的生活了。可是那笔物资是要送到抗日前线的，我不能辜负全南洋华侨的希望啊！你为什么不能交给国府？国府可是正统。可是据我所知，国府奉行不抵抗政策，真正的英勇抵抗的人是义勇军。你可是赤匪，迟早都会被剿灭的。装备简陋，力量薄弱，可是只要他们还在奋斗，东洋就绝对不可能灭亡华夏。国府已经下令要抓义勇军领导者，你为什么还要跟他们混在一起？韦宗义，我真是看错，我在深州等了七年，为了你吃了这么多苦，你却连一点小忙都不肯帮我。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帮你，但是这笔物资你不要想了。我个人有一笔资金，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全部给你。事成之后我们一起回南洋。真的吗？事成之后我们一起回南洋。真的吗？我现在就给你。这个是南洋银行的支票，你拿去用便是。宗毅，你对我真好。那这笔钱就当做是你迟到的聘礼，我等着你事成之后带我回南洋，不能以茶代酒，预祝你成功。回南洋之后啊，来人，带走。叶林，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儿？宗子，你爱我吗？叶林，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叶林，你什么意思？这就生气了。宗子，我只是太担心你了，万一你被那些逆贼给骗了，走上了不归路，我只好把你带过来，让你清醒清醒。他们不是逆贼，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宗毅呀，我们结婚吧。什么？我说我心里头有你，想和你继续前缘。我看你就是想要我的物资吧。我们俩本来就有婚约，只不过延长了七年之久。月林，你根本就不是在问我的意见。如果我拒绝你，你会不会当场就把我给杀了？你在说什么呀，宗毅？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给我一个交代吗？我也已经不小了，我只想要一个家和一个爱我的男人。我会对你负责，但是你不能强迫我。快点把我给放开！我把你松开了，又像七年前那样不告而别吗？今天晚上是我们大喜的日子，过了今晚呢，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叶林，婚姻不是你交易的筹码，国府究竟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牺牲到如此地步？韦宗义，
这些年我过得孤苦伶仃，做梦都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你这次回来，我都觉得我要抓不住你。人们都说男人成了婚才会定下来，只要你留下，就是对我最大的好处。你先让我把物资送去前线，然后我再回来跟你结婚。你心里只有支援前线，根本听不进去我说的一句话。燕玲，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对东阳人有血海深仇，我父母死于东阳人之手，你把物资交出来，我会好好利用他。国府如果真的是为了民族大义而战，我定将所有物资悉数奉上。可是他们奉行不抵抗政策，我绝对不会把物资交给你。你不相信国府，那我也不勉强你。那你把这笔物资送给我，我们远走高飞，过上幸福的二人世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我们真的私吞了这笔物资，我们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我不要你说什么民族啊国家的，我只要我们两个人幸福。我已经把物资送给义勇军了，你不要再痴心妄想了。你真是冥顽不古，我今晚就把话放在这儿，你要是答应我，我们今晚就成亲。你要是不答应，来人，隔两个小时对他严刑拷打，直到他说出物资凭证在哪。我就是死，会告诉你物资在哪儿。不说什么，我有的是办法。狗子，何大哥，你救救韦大哥吧。东义怎么了？韦大哥被国府的人抓走了，现在正在严刑拷打呢。什么？何大哥，你不去救他，他就真的要被国府的人给打死了。可是现在正是抗日转移的关键时候，我不能离开啊。他就是因为抗日才被抓的。你说什么？那天我在角落里听到那个女人逼着韦大哥把抗日物资交给国府，韦大哥不愿意，说这笔物资只能交给真正的抗日队伍。那个女人还污蔑义勇军。你答应他了？没有，韦大哥拒绝了他们，然后就被抓走了。你不去救韦大哥，我自己去。哎，等等，小玉，这事没那么简单，我们得从长计议。小玉。韦大哥，阿玉，你怎么了？韦大哥，你没事吧？我没事。你什么时候回来？快走。韦大哥，我们一定会救你出去的，你要挺住。快走。小玉。总一这次莫名其妙的被抓，我怀疑他被人陷害了。这枚印章关系非常重大，你要好好守护他。你放心吧，韦阿姨，我阿玉一定以性命相护。韦姨，哎，叶琳，你怎么来了？啊，小月，你去沏壶茶来啊。哦，哎，啊，燕玲，哎，请问，燕玲，你怎么穿成这样啊？韦姨，我是国府的人，您听说了吗？宗义被他们抓走了。啊？什么？怎么会这样啊？宗义勾结了义勇军的人，他惹的祸实在是太大了，我也在想办法救他。这可怎么办啊？燕玲，过去是我们韦家对不起你，可是看在你跟他相好归正的份上，你一定要救救宗义啊。韦姨，
你放心，我已经花钱打点好了，只要宗毅肯交出抗日物资，他们马上就放他。你不是来救宗毅的，威爷，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宗毅之前是我的未婚夫，我当然想救他。看你，救宗毅是假，骗取抗日物资是真。你倒是有话说，老东西，我劝你识相点，乖乖的把信件交出。我不知道什么抗日物资的事，你们不用问我。老东西，你嘴巴还真是。你要是不把物资交出，我就让韦宗义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在牢里。最近牢里死人多，也正常。你，燕玲，他可是你的未婚夫啊，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你别跟我提这些，是你们韦家先对不起我，气你，我没有错。燕玲，你想要什么，我都补偿给你，请你救救宗毅好吗？你别说这些废话，快把信件交出来，不然韦宗毅要明天的大事。你别说这些废话。快把信件交出来，不然我们韦宗义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我是不会说的，宗义就算是死在牢里，他也是为国家而死，他死的光荣。好一个光荣！那我就让刽子手一刀一刀的把韦宗义的肉给割下来，让他以最难受的方式死掉。第二。我的女儿啊，宗毅十分孝顺。你说我把你抓起来，关在他旁边指挥，他是选择顾及国家的安危，还是你这个王永清的死敌？你怎么变得这么歹毒了？你，来人！你要就跟我回去，要不你是个好孩子，我绝不让他忠孝两难全。子晴，你这个贱人跑的倒是挺快，快把印章交出来。什么印章？我不知道。不知道，那我就杀了你。李旭东，把枪放下，慢慢的转身。该放下他们的人是你，放下。哪来的疯子？你知道我是谁吗？管你是谁，敢抢骁龙潭的音信，你就是我的敌人。感谢兄弟出手相救，请问尊姓大名啊？骁龙堂方世杰。骁龙堂？那你和宗毅？他是我们堂主。这个女人逼韦大哥的母亲交出印章，还把韦大哥的母亲给逼死了。我要杀了他。误会，好心误会。兄弟，他把宗毅抓走了，我们就用他换回宗毅。你先把韦母的后事办好，我们去救宗毅。好。起来。起来。走。李旭东，你们是疯了吗？我可是国府的特派员，你们怎么敢这样子对我？你再给我这样嚷嚷，我打断你的腿。放了韦宗毅，一命换一命。你想的倒挺美的，我倒要看看。这可是国府的地盘，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可不是什么君子。再问一句，换还是不换？我不。三二。我换。我换。
吕宗，你放了！回去！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追呀！ 宗毅他这样多久了？从我房里出来就一直是这样，谁也不喝，饭也不怎么吃，快把我急死了！那你也不劝劝他？我怎么劝啊？我也好想哭。宗毅，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呀！我真是个懦夫，我包在南阳不敢出来，我妈都已经长白头发，我都没有挣几天的香。 7年前，为了送我去南阳，他便卖了所有的金银首饰给我当盘缠，就为了保护我，还有死在了敌人的枪下，还不孝！还不孝啊！宗毅，为夫人在天之灵看到你这样茶不思饭不想的，也会很心疼的。宋老师。 要是没有发生这档的事情，是不是我妈就不会死？是不是我妈就不会死？阿月，经过这么多时间，我也都看明白了，你们义勇军还是真正的抵抗队伍。 你去向他提火吧，义勇军，感谢你的信任。我们一定会让小鬼子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使命，你所有完成了。干什么了？我来找田中青衣。该死的韦宗义，听说他从国府的监狱逃跑，那说明他和吕元林闹翻了。天路可测，我们有机可乘。 柳彦玲，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呀！我跟你们一样，有共同的敌人。<笑>你的腿就是被韦宗义弄伤的吧？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你闭嘴！我今天来是来找你们合作的。合作？你都这样了，该怎么合作呀？你都这样了，你怎么合作呀？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就凭我知道韦宗义的弱点？哦，说说看。就是我。哈哈哈哈，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整个广南省谁不知道你是韦家的弃妇？韦宗义就算死都不愿意和你结婚。再说了，他现在身边有更年轻、更漂亮的，你算什么东西？再怎么说，我曾是他的未婚妻。 他不会对我不闻不问的。哦，难道你想和我在一起，给他戴绿帽子？我倒是不在乎，就怕他压根没把你放眼里。就凭我是国府的特派员，我之前跟他争夺南阳的物资和捐款，是我们华夏内部的斗争。但是现在传出去，你们黑龙会把我给抓住了，你们猜？ 他会不会拼了命的来救我？你想怎么做？我已经安排好了，物资正走水路，尽快运往前线。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事情已经办妥了，我该回南阳了。如此也好，就是不知道月如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阿月。 进步很大呀，都是韦大哥教的好。我要回南阳了，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我不知道。你不愿意也没关系，我知道你想上前线杀鬼子，我已经跟何老师说过了，你要是不愿意走，我就把你托付给他。韦大哥，你能不走吗？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这批物资总有花完的一天，我得回南阳，为抗击侵略做一个表率。
募集更多的物资才行。你好好考虑吧。老师，物资都已经交上运早了，但是阿月估计不想跟我一起走。阿月估计不想跟我一起走，我把他托付给您了，你要照顾好他。你就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他的。梅大哥，我跟你走。你想好了吗？梅大哥，我哥哥帮我托付给你，你不会真的像柳燕玲说的那样，在南阳有好几个小老婆，所以才不带我走的吧？我们这趟回南阳，迟早也会再回来的。是，我们一定能打跑东洋鬼子的。哪位是韦宗义？特派员被黑龙会抓走了，他说只有你才能救他。什么？黑龙会怎么会对他下手呢？不管是什么原因，先得把人救出来再说。我打算亲自去一趟黑龙会。月文，你通知方叔，暂放回南阳。好，我发动人手，袭击黑龙会在镇上的仓库和商铺，调虎离山配合你。好。这票有毒，剑取封侯。你真的确定韦宗义一定会过来救你吗？你别忘了，你把韦宗义他妈逼得自杀了。哼，你就放心吧，凭我对韦宗义的了解，他肯定会来救我。你对自己倒是很有信心呐、啊。换了别人，他可能不会来。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这么特殊。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告诉你，他要是没来，玩命就弄死你。怎么样，他来了吗？他们来了。好啊，这下好，一锅全端了。我要亲手宰了那个混账东西。一会儿我们分头行动，月如，你找地方掩护我们。我说，我们去救人。是，唐城。我的天，黑龙会的防御怎么会如此薄弱啊？人都被调走了。阿姨，我来救你。你果然心里还是有我的。中国有句老话，英雄难过美人关，果然如此啊。你们不是进城去了吗？既然知道你要来，烧掉几座商铺仓库算什么？只要能除掉你，再多的损失也能再抢回来。就凭你们几个手下败将也想拦得住我？放下你们的武器。你可以跑，但是这个女人的腿受伤了，她跑不掉，只能死。哎呦，叔叔啊，叔叔，柳小姐还是柳小姐，不过这个男人也是真贱，被玩弄成这样还来自投罗网。叔叔，柳燕玲，柳燕玲，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居然认贼作父。明明和日本人有血海深仇，可为什么还要投靠黑龙会？你忘了你爸妈是怎么死了吗？不用你说教，你扪心自问，你心里面有没有我？你害我在国府失了颜面，又伤了我一条腿，如今还要跟你的秦妹妹一走了之。韦宗义，你今天必须得死。你这个女人真的是蛇蝎心肠，还不是都怪你。你为什么要回来？你要是不回来，一切都是好好的，都怪你。你还跟这种人废什么话？居然一枪毙了他。韦宗义，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多可笑啊。你什么眼神？我告诉你，你走投无路了，你死定了。王飞宇，你连祖宗都不要了，还在这里耀武扬威，你迟早和你爹一样
成了倭寇的替罪羊。我他妈杀了你！哎，刘月玲，你发什么神经？你不会对韦宗爷还有感情吧？刘小姐，请你放下枪。你放心，我恨透了这个臭男人，我要亲手了结了韦宗义。韦宗义，你和我当时订婚又跑路，留下我一个人被人说闲话。我好不容易投靠了戴先生，混到了特派员的身份，却又因为你任务失败被撤了职。最荒唐的是，你身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你还要带她回南阳。我和月如不是那种关系。你不该回来，更不该坏了我的好事儿。谁？偷偷摸摸的算什么本事？快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夜长梦多，快去杀个小子！杀！这些华夏人就喜欢以多欺少，我要跟你决斗！小鬼子，今天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魏忠义，把我一条生路，整个宣州，我整个广南，南阳的生意，我全都给你。你们夺走的，你们迟早会自己夺回来。今天就要替惨死在你们手上的同胞报仇雪恨。走，你坚持住。帮主，你醒了。帮主，帮你回南阳的行程了。帮主，我已经决定了，要和月如一起留在国内。帮主，你不回南阳，那萧龙堂怎么办？我们还要召集更多的爱国华侨为义勇军捐赠物资呢。帮主，这是萧龙堂当家人才能够持有的印章啊。你。老叔，小龙堂以后就交给你了。宗义，你不要一心用事啊！虽然我也想你留下来，但是我更不希望你放弃自己的事业。你要三思啊！堂主，三思啊！老叔，整个小龙堂，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当年我流落南阳，是您一直在我身边照顾，在我心里，您早已是像父亲一样。把小龙堂交给你，我放心。王叔，你回南阳告诉爱国华侨，国内战事吃紧，回国一趟，韦宗义被抗日义勇军的精神所迷，决定留在国内支援抵抗前线。希望大家团结一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片土地需要我，我在南阳学了一身本领，也是时候报效祖国了。韦大哥，我们不走了吗？不走了，我们一起上前线。打鬼子，给秦大哥。好，